别运功了，没有用的。毒液早已通过你们喝过的水浸入五脏六腑。没想到我峨眉竟遭此大劫，老三、老四、老六惨死同门之手，为清和二环则下落不明。期间只剩芷轩一人。 真是天不佑我峨眉呀！长尊们不要过于哀伤，芷轩定当誓死捍卫峨眉，绝不容有恶人再为所欲为。也罢，峨眉不可一日无主，如今七剑只剩你一人，你即为峨眉代掌门，明天加冕。 二环，为师自小教你的掩饰献技，你可还记得？弟子一直牢记于心，勤加练习，不敢懈怠。只是，有何疑问？只是，弟子不明，如此绝学，非掌门不授，师父为何自小便授予二环？此技为我峨眉绝学，乃沉流王所传，可控雷千里，幻死回生，乃极阴极阳的奇门异术。 峨眉弟子当中，唯你悟性最高，一般习武之人恐难参悟。况且此绝技源于这青石之中。当年若不是你父李巴山赠此青石于峨眉，又逢天雷劈时，为师也不会无意中获此绝技，所以应当传。这或许就是天数。 毒液早已通过你们喝过的水浸入五脏六腑，如若运功，毒性将会更快发作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最爱我，要带我双宿双飞的吗？你们峨眉的女人为什么都傻得如此可爱？我怎么可能会爱你？ 难道你之前说的都是骗我的吗？没错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他。你怎么可以，怎么可以连我也欺骗？我没有欺骗你，我爱的是你的肉体。至于人嘛，那是你想太多了。 这世界很酷。